去西藏了，不过被疫情劝退了，现在直接干到丽江就回去，摩托车的。今天晚上没肉吃，吃个土豆、辣椒、洋葱，炒个青菜。吃完，那边跑过来一个小学生的夏令营。去那边需要那个核酸检查报告，太麻烦了。是啊，太麻烦了。我们说徒步路过，徒步也需要，也需要。经过德兴路过芒干，你要走到西藏去啊？计划本来是按这个计划的，现在国内疫情反复的时候，想另改变计划就走另外一边了。走哪边？那不是214嘛？214改215是理塘嘛？是啊，理塘也。但是也进四川呢。理塘也需要。进四川好像不用，不好进。需要的。四川成都已经那个了，高了。啊，理塘、巴塘、芒康，都需要。嗯。嗯。进四川不用了。反正你经过的也都需要。进四川不用了。到那边很冷的。啊，很冷的。就香格里拉那边就受不 了。是啊。是吧？嗯，你到那里就挺难受了。我们昨天是刚上玉龙雪山嘛。玉龙雪山那边还好，玉龙雪山没冷啊。昨天我们在那个香格里拉那边是四度，四度啊，四度，早上很冷的，衣服已经备好了。你这个住旅馆酒店吗？没有，我们搭上篷。你也搭上篷？你们也是搭上篷？看你们没背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有两辆那个物资车的，保障车。你们今天还往海赶路啊？哎，说在下面找地方住啊，要下山就得找地方。走吧，继续。现在天气凉快了，厉害哦！你们从哪里？大理？昆明。哦，昆明。昆明，过来多少公里啊？500多，差不多600。嗯。厉害呀！什么魔女的？这一块。魔女的。今天要有今天。说我一直搭帐篷的，可就有趣了、啊。要两个骑士。哦，你买有鸡的是吗？不是啊。还有鸡胸是吗？厉害。要两个骑士。你的同行。嘿嘿。要车也不叫同行。也叫同行啊。骑士是一个人骑而已啊。骑士肯定一个人骑啊。我有两个人可以搭一个人。哈雷，我操！一个女孩子骑这辆车，呱吱呱吱呱！没有，老师找了，两位骑士也准备找了，拜拜。我听一下这个哈雷的声音。走吧。哦。兄弟们，嗯，好，我操，啊，你也是，你也一样。这才叫什么？这才叫人生，这才叫生活。哇！今晚跑到底下去支帐篷。哎呦，这猫跑得真快！藏爵士，这个是捐100块钱就给磕的功德碑，很多都是这些外国友人捐的钱。这一路过去都是，
我刚刚捐了188，100块钱留名，88块钱求平安和财运。这边海拔低呀、啊。昨天那个鬼地方3200的海拔，今天这里2500。今天晚上睡这里，风景很好，而且还有电。啊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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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天早上刚日出。Hello， 你在我的被窝里干什么？